啊，你代志都大条啊！你是要安怎哈？妈妈，你是莫紧张啦，莫紧张啦吼！哎呦，我哪可能无紧张啦？小华是安怎教囡仔？那个囡仔教啊真歹啊！各个同学啊，上来追打伊些！恁哪要爱负上大的责任啦？你是咧讲啥？是要把代志变干呢？我唔知你讲话咧。可是我若知影，我一定不想总去找你。你也不中，我见过。你上好，离我愈远愈好。你嘛卖笑笑，每个爱面笑你。你这个笑脸，你是要干鬼哦，我奶奶！这是我上班的所在，你讲话是不是当放较尊重啊？囡仔，让你笑去啊啦！你甲教教安尼。我当初就无应该，甲官官的干部官判给你的。怎样啊？怎样？我跟我妈说，我没有推你，不用赔钱。你敢去说，你就死定了。你干嘛啊？那怪就来去啊！以后你快去做老模，这一看就知影是在欺负官官嘛。你到底什么阿皮啊？卖贵电话，无米体哦，会甲你哥哥滴。要找你讨命啊！敢拍我？天公伯啊，我希望你当保庇无量以后，都会当平平安安，那个为我受苦啊！有你惦心意，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Yeah.